李白说过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我也想成为一头雄狮。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像红花，有些人像绿叶，你看看我，好好看看，我一看就是个废物嘛。废柴乘以三就可以五十了吗？刀法连在一起哟！你为什么冲进你那破鞋？连咸鱼都被他占半身了，那我们三条咸鱼岂不是？断头黄飞鸿！看什么看？刀法连在，我们想跟你学武戏呀、啊！我看你们也不是武士的料，天气这么热，你们都去买点雪糕吃吧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买雪糕吃呗。对啊，只有历经千难万险，绝不回头，方可绝处逢生。我们可以的，白棋就是要跋山涉水的嘛。哟，那就看过去。